好，再来一首自己的创作歌，希望你们对自己的梦想会有信心，会有希望。这首歌叫《想要的感觉》。好，谢谢。喜欢这样的天空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你常常这样的想过，心中的梦，要怎么去说，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建构，才能够拥有，才能被接受。希望大家还可以未来的日子可以继续多多支持铁花村，然后我们六月的节目呢在村内都可以索取海报跟节目单，然后谢谢各位，希望大家回家路上小心，随身物品请勿忘记。好，下课。